接下来请收看慈心悲行缅甸弘法。位于泰、辽、缅三国边境的金三角地带，是缅甸的二线城市。随缅甸多元族群的历史更迭与融合结果，在地以掸族为主的文化，让节庆习俗也较倾向掸缅风格。以塔表法是佛教在缅甸的重要特色，信仰对于缅甸人而言像基因一般，与缅甸人民形影不离。尤其以宗教为主轴的传统结会仪式或民间习俗，以塔表法的基证依旧随处可见。每年的沙塔节，人们会成群结队地集结后，于地面上堆沙塔，并在沙塔上插佛幡，于周边洒上净水，随所愿力表达祝福。尽管随着时代改变，少有举办堆沙塔比赛，但于特殊节日前往庙里斋僧、听经闻法等祈求好运的模式，还是当地文化与宗教密不可分的人文特色。此外，当地居民大多以大金塔为信仰中心，从各个塔的造型看来，多元层次的回旋里，仿佛也默默表述了缅甸多元族群之间相互与共的历史轨迹。水节作为新年的缅甸人前往佛寺拜佛遇佛，尤其斋僧、布施、守戒、打扫庙宇之类的善事，除了平日之外，更是新年期间的必要之善。走访建设中大其力大金塔，众人于佛前礼佛、供花、供香，
行香、绕塔、圆满众善。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。天女问：何谓法乐？答曰：乐常信佛，乐欲听法，乐供养众，乐离五欲，乐随护道义，乐饶益众生，乐敬仰师，乐广行施，乐坚持戒，乐忍辱柔和，乐勤积善根。随顺因缘来到大乞力金刚藏的闭关修行中心，或静或动，都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慢活的自在中。接着来到张莲花先生的寓所，偌大的庭院内，连排的瓦房显得古朴典雅。佛堂内各尊佛像以阶梯式依序列位于坛城上，数量之众前所未见。法师于坛城前顶礼后，也以大丰祖师像、西瓦里尊者像及药师香与善信大德欢喜结缘。告别多日来随行翻译的法师，海涛法师也特别致赠礼金及结缘品表达感谢。末了礼炮数响，圆满了弘法团在大乞力三日来的弘法行程。观音寺，在住持法师领众接驾的行伍中，海涛法师先是来到大殿礼佛，并以珍贵法宝与东支观音寺住持法师欢喜结缘。晚间，在远山观塔的片刻禅静后，来到灵山寺，慈悲的海涛法师为众人宣说法要。
我们出家，就是出离自私的家，去爱所有的众生。就像我今天，我这生命第一次来东芝，我看到各位，我很高兴，就像看到我妈妈。我只有一直想着，希望各位健康，走路不要跌倒，心情好，会念阿弥陀佛，平常多吃素，你就很快乐。佛陀说，要怎么修行？来，念一下：爱护自己，爱护众生，爱护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受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有烦恼，不要造业，这就是爱护自己。小乘佛教为什么要出家这么多人？爱护自己，我要解脱，我要做阿罗汉，不要轮回了。大乘佛教呢，除了爱护自己，爱护自己还要爱护别人，劝人家念佛，劝人家吃素，还要爱护动物放生，还要爱护地狱鬼道超度施舍。所以爱护自己是智慧，爱护众生是慈悲。现在年轻人不会来拜佛了，都是老菩萨。我说正常，因为老了才知道痛苦啊，先生也不听话，儿子也不怎么听话，身体也不听话，叫他不生病而生病，叫他睡觉而睡不着啊。所以我们哪里有问题？心有问题。这个心呢，不听话啊，这个心不安定，很痛苦啊。所以我们来修行，念佛、诵经、拜忏，让我们的心很听话，不会生气，没有欲望，身体生病，心没有生病，最重要。心里面有智慧了，佛教叫解脱了。禅，我们叫空，空性。你内心里面要是什么都接受了，不会生气，也不会去想要爱他。什么叫爱？我好喜欢了，这个叫贪心；我很不喜欢，很讨厌，这个叫嗔心。那这个都是分别心的，不好的。所以人家问你，你现在喜欢什么？我喜欢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能说我喜欢孙子，贪心。孙子不听话，你气死了。孙子生病，你很烦恼啊，因为你喜欢，喜欢就是执着。所以念一下：执着就会痛苦，放下就能解脱。等一下我要带各位慈悲，为什么？我们要把那些食物替祖先、替孤魂野鬼供养佛法身上吧，他们才有福报。因为他们之所以做鬼下地狱，就是因为造恶业没有福报，你要替他供养。那供养完以后，佛菩萨加持这个食物变甘露，我们念辨识咒变甘露，然后替他们布施恶鬼道，那孤魂野鬼，然后孤魂野鬼太多了，算不完。而且各位知道，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牛羊猪鸡鸭被杀掉，那人，像各位，如果你哪一天生病走了，你的子孙会帮你忙，但那个牛谁帮他忙呢？那个猪死掉谁帮他忙呢？那个鸡死掉谁帮他忙呢？我们佛教徒念观音菩萨要帮他忙，我们帮他超度，那我们帮他做功德。等一下各位还要给各位中药，一个药的香，那些被杀掉的动物乃至生病死掉的人还在生病哦，鬼也会生病哦。我们请药师佛加持，不施药让他不要生病，很慈悲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啊，除了供养三宝，更
更重要的是慈悲众生。开示中，法师也示范各种法器，并解释各种法器的功德利益。水米一杯，以辨识咒变化无量无边饮食受用，利益有情众生。海涛法师一面持咒施水，同时也为众人解说慈悲施食的要义。佛陀说，你一杯水供佛陀，那等于念了100万遍阿弥陀佛，因为你慈悲啊，慈悲力量最大。你一杯水供佛，这样嗡啊吽嗡啊吽嗡啊，当下84000个鬼升天。一杯水，你一杯水供佛，供完佛嗡啊吽嗡啊吽，你想那些鱼啊、螃蟹啊，他们都需要水才能够活的。你只要想那些螃蟹、鱼，整个东芝被吃掉的鱼超度升天。一杯水就好了，为什么？佛的力量大不大？大啊！所以佛陀说，你在世间布施100亿的黄金，还不如一杯水供养佛陀的功德。因为佛陀成佛了，无上福田，你以供佛的水回向给鬼道，回向给地狱道，他们就超度。所以各位，你家里有祖先，你每次供水，你供养完以后，其中一杯，我是替历代祖先堕胎胎儿供佛，你也要再拿一杯。那他们每天都得到供佛陀的功德，你替他布施。那晚上这个水要收的时候，至少一杯，窗户打开洒出去，好不好啊？帮他们布施给孤魂野鬼，超度海鲜水族，很慈悲，超过他布施几亿缅币的功德，因为他们布施缅币，不知道要回向给鬼，回向给地狱。但是大乘佛教告诉我们要大慈大悲。什么叫大慈大悲？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都是我们爸爸妈妈，天道、人道、美国人、大陆人、缅甸人都是我爸爸妈妈。所以我念阿弥陀佛，我诵地藏经，我点香点灯，都是为了念一下六道众生啊。各位从今天开始做什么，不是光为你的祖先，不是光为你的儿子，而是为了所有众生。关于老菩萨们常见的挂碍阴灵的问题，法师也慈悲提醒，并为众人开示慈悲的要义。学佛心量要大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超度，要超度，首先我要讲这个，如果你心中没有恨，你就有很大的力量超度很多众生。如果你心中还恨你的先生，恨你的朋友，钱没还给你，你自己没超度自己，你怎么可以超度他？超度不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决定不再恨他了，你会发觉你病好了，你就病就好了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得癌症？一个人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恨。你不高兴，你恨，他就在你身体没办法超度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帮助众生，你要帮助众生，你一定要先帮助自己。所以各位念一下：慈悲没有敌人，慈悲没有敌人，慈悲的心没有恨。你到底慈不慈悲，看你心中有没有恨。如果你心中很恨，或是你心中欲望很强，你没有慈悲心啊。所以我们既然决定要帮助众生，那你要选择慈悲是我的信仰。人家问你是不是佛教徒，不要管，慈悲才是我的信仰。你是基督教徒，你是天主教徒，你是回教徒，我们东芝有回教徒，有印度教徒，有天主教，有基督教，我们都要对他慈悲。因为你说你是佛教徒，佛是来帮助众生的，佛不是帮助佛教徒啊。观音菩萨不会说基督教我不帮助，观音菩萨不会这么做。
如果你真实有慈悲心，你就是观音菩萨。如果你真实有慈悲心，你念一句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马上来，因为你太慈悲了，你就有力量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叫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让我的心有慈悲，让我的心有智慧，让我能够帮助自己慈悲，让我能够帮助众生也慈悲，叫嗡嘛呢叭咪吽，心如莲花，清净充满爱。现场的老菩萨们一脸虔诚，专注当下，尽管未必听懂了，但在法师的带领下，有模有样地学着持咒、施水，或学习布施替身多玛与药包，面容慈祥，态度认真，令人动容。回摩诘经云：“无尽灯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中不尽。”又曰：“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其道义亦不灭尽，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，是名无尽灯也。”随着海涛法师的开示，另一边东支灵山寺的慈悲施食会场，众人点燃盏盏明灯，并以各式丰盛的饮食受用，布施法界有情。慈悲的法门与开示，除了当下饶益之外，随所增益的众善种子，也成为娑婆世界中每一场慈悲行旅的妙善助缘。阿弥陀佛，做一个三宝弟子就要护持三宝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多造佛像，代表佛陀的身体。第二个呢，护持佛陀的口业，那我们要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。第三个，护持佛陀的心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舍利塔、佛塔、转经轮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、小型的转经轮、大小的舍利塔，来放置在任何地方，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、佛陀的心，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。阿弥陀佛。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，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，庄严世界，净化人心。欢迎护持佛像、经典、舍利塔制作，划拨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，明净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000兆倍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2日星期四，上午8点半开始。中风30系念超度法会，日期8月13日星期五，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
慈悲置业邀请您欢喜当义工，从事公益行善的利他活动可以让人变得更快乐，因为助人可以提升正面的心情快乐指数。从事志工活动、关怀老弱、生障等服务，对于身心状况能有正面帮助。除了结交朋友、广结善缘之外，更有累积福报、自利利他的深远意义。义工报名请洽 email lifetv.net@msa-hinet.net， 服务电话03989-9319 03989-9319，或透过 Facebook 私讯我们。什么是牌位？在佛教中，我们可以为现世生者与往生者填写牌位。为现世生者写牌位，如同写祈福卡，有消灾延寿的作用。为往生者写牌位，则是为其求生西方净土。在法会中有护法神，保护佛事进行的顺利。而牌位如同邀请函，是冥界众生入场参加法会的依据，期盼他们能够听经闻法，发愿求生净土，早日离苦得乐。因此写牌位时，我们也要用功精进，共同回向哦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